真是精彩，如此就夺回白马了。云长，恰逢初春，正乃是以远行之时。 延津之地，据传有人建议青龙，从天而降，求于凡人之身。莫非兄长身在彼处？不妨亲自前往此传闻提及之地，一探究竟。按将军的吩咐，将马厩里的马牵来了。没想到是赤兔，居然还活着。 是在下多虑了，真不愧是关将军。吾送云长出行，特此预备一份薄礼。感激不尽，明公大恩，他日必报。听闻延津已沦为妖魔巢穴。 可否前往助云长一臂之力？哼！哼！玉德，你还活着？ 师长大哥之时，投靠曹操。玉德，关某已知晓兄长之所在，然后在那里给我胡说八道了。关某句句属实，对此青龙偃月刀发誓。 这地步，俺也只能信了。